我们今天画的那个水彩铅笔啊，那么画的时候注意，淡淡的水彩要涂的匀一些，用水来给它平开啊，注意形象，形象我们把这个画的更补一点啊，比原来的画好看一些啊，一点点涂啊，出来就好看了。这次用的水彩纸啊，不用水彩纸呢，我们画的褶皱太多，嗯，还是不错啊。中的自己，每一秒都愿意为爱放手去追寻，用心去珍惜。隐藏在心中每一个真实的心情，现在释放出去，我想要呈现世界前更有力量的、更有勇气的生命。中